大金力部尚书特派法师道，再说一次，你是去什么来着？神州大驱魔师陈星。此次前来，为寻在下命定之人，请将全城壮丁集合到一起，供我品鉴。哎，长得可真好看，好看！此乃胡人相术，屠杀百姓2000余。 国王平生最恨欺骗，说，谁派你？随星入灭，你的寿数只剩4。我必须会人间寂灭法力，找到命定之人，用这盏心灯除魔救世。不要用心灯，你会死的。让这样美好的时间毁灭。 你不觉得遗憾吗？什么都不管了，点头我就带你走。走吧。为何愿意当驱魔师？心灯在我身上，我没得选。若能选呢？还是会当。陈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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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
你是不是想亲我？你在的地方，就是我的温柔乡。